诸位同学，我们接着看这个圣音菩萨的赞颂第四首：夜夜刹中悉安坐，一切刹土皆周遍，十方菩萨如云集，莫不闲来一道场。清凉大师说，这一首偈里面，这个隐隐含藏着众生海的意思。经文：夜夜佛刹皆安坐，一切刹土皆周遍。这个是说明菩萨做道场，如来做道场啊，当然这个地方的菩萨不是普通的菩萨啊，像圣音呢都是等觉菩萨了，跟佛的境界可以说是完全相同啊。为什么？他所证得的圆满了，有能力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教啊。我们凡夫在理上啊说是相同的，可是事上啊决定有差别。啊，我们现前说是有个熟人，我们在这里念着他，他会不会有感应呢？很少啊。啊，千万人当中偶尔有那么一次两次，那不能作为常例啊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这里面有障碍。这些大菩萨们，他们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感应呢？他障碍除掉了，所以就如同这个科学家里所说的啊，时间上的障碍、空间上的障碍，这个不同维次就是障碍啊，他完全除掉了。啊，他没有障碍了，所以佛一放光啊，十方菩萨如云集啊。啊，那么这十方菩萨，我们知道有缘的菩萨啊，像我们就没法子了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缘。哎，缘是什么呢？障碍。有缘就是没有障碍，无缘就是有障碍啊，有障碍这个境界见不到啊。所以宇宙人生啊非常复杂
啊，复杂到什么程度呢？跟你的妄想完全成正比例。如果你要是没有妄想了，这个世界很单纯的，啊，那叫做一真法界。这个法界只有心境很单纯的人他才能够证得，这个境界他才能现前。但是我们又要晓得一个事实真相，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是重叠的，换一句话是呢，是不分的，没有界限的，这是很难懂得的一桩事情。啊，这个不得已啊，我们还用这个电视频道来打比喻。啊，现在一般家庭里面很少没有电视的，特别是在大都市，啊，电视这个节目频道总有几十个，甚至有一百多个频道的，啊，试想想，这几十个频道、一百多个频道，是不是在这个一个荧光幕里面重叠的？你按哪一个频道，这个画面就出现了，没有按着那个频道啊，那个画面呢就隐没了，就不现了。不是他不在啊，他在啊。如果我们有能力不要按频道，所有的频道画面呢一眼就把它看穿了，你就看到事实真相了，这个真相是重叠的。电视画面频道并不多啊，充其量一两百个不得了了。而我们这个宇宙界呢，这个重叠是真的是像经上讲无量无边啊。世界还未成熟啊，复杂情形确实如是啊。我们的心思怎么会不乱呢？啊，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，面对着这个境界，如何能把心安定下来，这叫功夫，哎，这就是本事。凡夫做不到啊，啊，圣人做到了。圣人何以做到呢？圣人了解事实真相，逐渐呢在现实环境里面去锻炼，锻炼呢不受干扰，啊，也不为色境干扰，啊，佛经上说眼根在色境上入定了，得三昧了。三昧就是正受，
啊，也就是不受干扰的接受，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正受。啊，耳根在色尘啊，这阴身上入定了。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受音声干扰啊！啊，不为音声所动啊！在音声上入定，色相无量无边，一一色相呢都不受干扰。所以叫无量三昧呀、啊，音声长波短波也是无量无边呐、啊，啊，所以经上讲无量三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无量三昧不是一下就得到的。要在日常生活当中锻炼啊，锻炼的方法看破放下，看破是智慧，放下是功夫啊，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，互为因果，看破是因，放下是果，放下又是因，看破又是果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法门虽然很多很多，原理原则不过如此而已啊！华严经上这些诸大菩萨提供我们学习的经验呢，啊，非常丰富啊！身位的菩萨了，还要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。这个用意很深呐、啊！啊，夜夜刹中，皆安坐。我们注重那个安字啊，我们今天身心都不安，为什么他能够安住？我们为什么不安？我们读这首偈，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？他之所以能够安，他看破了，他放下了，啊，看破，他对于事实真相明白了，啊，放下了，他心地清净了，一念不生了，他怎么不安呢？一切时，一切处，
他心都是定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生活在三昧之中啊，他们生活在智慧之中啊，我们今天生活在烦恼里面呢。我们今天生活在妄念纷飞之中啊，他怎么会安呢？啊，不要说在这个世间，所以我们冷静，观察自己，反省过去，啊，打出生到现在几十年当中，哪一天呢安稳过？可以说一直到死都得不到安稳。尤其我们生在乱世，这个现象呢更加深刻啊，身心能够安稳呢，这人就是道德之人呐。啊，道德之人放光啊，当然不像佛经上讲的这样的光明。所以我在前面说了，我们今天学习要就我们自己本位上来看，才真正学到华严。啊，这个光是什么？影响力。中国古人常讲设置名贵呀，啊，你真有学问，真有道德，哪里要什么宣传呢？啊，凡是亲近你的人，对你都会赞叹，赞叹之声云波，这就是光啊。啊，有一等善根深厚好学的人，啊，闻到你的名了，就想来亲近你，就想来跟你学，这就等于放光啊。啊，这些来学的人呢，就像此地十方菩萨如云集啊，啊，莫不闲来一道场啊，到你这个地方来参学啊。过去，世出世间的善知识，无不如是啊！啊，出世间的佛菩萨，啊，在中国我们在史书上面看到的祖师大德们，啊，现在我们往往看到著名的大丛林，怎么兴起来的？绝对不是先找一块地，啊，有计划的来建筑，不是的呀。啊，浙江杭州云栖寺
那是个大丛林，莲池大师的道场啊，我们在他老人家传记看到的，原先就是他一个人啊，他云游经过这个山，看这个山呢非常喜欢这个地方，山清水秀啊，自己在那里搭了个小茅棚进修，以后被游客们发现了啊，到山上去玩的人啊，见到法师跟他谈谈话，发现他确实有见地，有学问，有道德啊，令人赞叹佩服啊。于是这个小茅棚啊，法师声名随着这些人呢就传到外面去了。两目大师的人上山来清净啊，来求学啊，啊，人来多了不够住了，旁边再搭个茅棚，以后人越积越多，形成道场，自自然然形成的，不是有计划去建的。啊，中国古时候许许多多大丛林都是这样成就的。施主看到欢喜啊，这么多人真正在用功办道啊，他也想赔一点福啊，啊，于是出钱出力，新建殿堂啊，所以云栖寺的大殿它不叫大雄宝殿，叫神运殿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力加持的啊，莲池大师并没有想建一个殿呐，别人送来的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事出世间法，道德第一了。哪一个众生不羡慕道德之人呢？即使造物的众生对于道德之人他也敬畏呀。啊，敬重你也怕你呀。啊，为什么他有这个态度呢？他有良心呢，虽然他被欲望遮蔽了，严重的障碍了，怎么障？良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遇到缘，他还
像那个闪电一样，它那个光也会闪一下了。那闪一下就是我们平常讲良心发现。啊，有的时候他故意作态，啊，态度上表示反对，内心里佩服。啊，这些事情古今都有，我们细心观察能看到。下面一首，一切刹土微尘数，功德光明菩萨海，普在如来众会中，乃至法界先充遍。清凉大师说，这第四首以下了，有六首偈，就大众来赞叹，圣贤辅业了，贤主圣故。啊，这一句话就是总说了。啊，看看来参加法会的大众。就知道说法主他的殊胜啊，他的德行啊，为什么看到感召？这个意思正同我们现在所讲的看一个人，你看他是贤愚不肖，从哪个地方去观察去判断呢？看他的交友，他跟哪些人做朋友，跟哪些人常常往来，就知道了吗？啊，观友而知其人呐。他所交往的都是正人君子，这个人肯定不是坏人。啊，看个老师，你看他的学生，啊，你想了解老师，你看看他所教的学生。你要了解学生，那你看看这个老师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常说，名师出高徒啊。学生非常殊胜呢，这个老师那就不简单了。啊，可是在今天社会呢不一样了，要用古时候啊那个标准来观察了，往往会失败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从前老师对学生的要求管教非常严格，他真管呢，现在不能管了。不但老师对于学生不能够过分的
严格管教。父母对儿女也不能，这个社会风气不好啊，造成的结果就是现在整个世界动乱，天灾人祸。这是根本原因，这个说法只有如根佛里头说。现在一般人承不承认？你要给他讲，他摇头。他说我们头脑有问题啊，迷信呐，古董啊，不合乎时代潮流了。真的，我们确实是不适合时代潮流了。从前李老师也常讲，有人说李老师的思想落伍了，老师说得很幽默，我根本没有参加你们的队伍，我怎么叫落伍呢？没有加入你们的行列嘛，加入你们的行列跟不上那叫落伍了，我从来就没有加入。我们走的是两条路啊，道不同而不相为谋啊。经文里面我们要注意啊，这就是无量无边的重复境界啊，在华严里面我们一定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，必须要通过真正的修行啊，要通过在五欲六尘上的历练。五十三参加历思练心呐，这个练就是什么呢？你要训练自己，训练自己不受外头境界干扰啊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一切刹土微尘数啊，这一句讲的是数量，用刹土微尘来比喻。功德光明菩萨海啊，这个数量是指下面就我们常讲无量功德无量光明功德。是界定，光明是智慧，无量无边的菩萨啊，无量无边的行门，总归纳起来，不外乎界定慧三学。界是什么呢？戒是秩序，是规矩啊！我们现在人常讲守秩序、守规矩啊。佛家这个戒讲到究竟处，信戒，
自信里头，原本就是这个秩序，就是这个法则，就是这个规矩，绝对不是说哪一个人建立的啊，哪一个人去创造的，不是的。尊卑上下了，这法则嘛，父母跟子女那个尊卑是自然的嘛，这哪里有勉强呢？在一个国家，君臣的尊卑也是自然的吗？你要不守这个法则，社会就乱了。啊，这个法则没有了，就说是君不君，臣不臣了。社会秩序乱掉了。现在伦理道德大家都不讲了，哪个地方还保存一点点，这个社会的局面呈现一点安稳的现象，完全废除，完全不讲了，这个社会肯定是乱象。怎么乱的？原因在此地。所以佛家讲啊，持戒有功啊，禅定是得了，啊，三昧是得。这功德了，功是因，德是果。啊，这个德跟得到的德是一个意思。啊，你守规矩，你守法，你心安呐。啊，不守规矩，不守法，天天做亏心事。晚上睡觉都做噩梦，说明说他心不安。啊，一个人守法守规矩，绝不做犯法犯规的事情，他心安定了。所谓是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夜半不怕鬼敲门呐，没做亏心事吗？心神是定的，修定有功啊，开慧是得，智慧开了吧，这是功德。功德跟福德有差别，实在讲在羞耻的形象上看不出来，差别在哪？差别在用心不一样。修福的人啊，心里面有求回报，
啊，比如说我持戒，我求得三昧，那这是福德，这不是功德。我所作所为，一无所求，啊，断恶修善。积功累德了，我做人本分应该是这么做的，没有希求任何果报，这是功德。啊，功德跟信德相应的，啊，福德跟信德不相应，啊，福德的果报不除三界六道，啊，你的果报是在三界六道就得福报，啊，你有希求心，换句话说，你还有自利的心。你修善积德，你还着相，功德不着相啊！佛经里面常讲三轮体空啊，比如你修布施啊，以钱财为布施不着我相，我能布施，某人接受我的布施，你着相了啊，所以不执着我能施，也没有把接受我布施的那个人记在心上，也不要去记我布施了多少多少东西，通通不要想，布施完了心底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是功德。所以修福德容易啊，修功德可不容易啊。觉悟的人修功德了，这一切菩萨他们修集的是功德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对于事实真相啊了解得太清楚了，绝对不会再执着。在九法界里的实现，帮助一切众生，决定没有着相的。啊，普在如来众会中，乃至法界贤充遍，如来众会就是虚空法界。经上讲的这个佛菩萨的座，座还是法界啊，刹土也是法界啊，周边虚空法界啊。为什么呢？妄想分别执着断了，啊，念念周边法界，行行周边法界，啊，虚空法界无处不现身，这些都是证得法身的菩萨了，不是普通菩萨。
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只有一句话，总身总相变，总身是法身啊，总相是法界啊，没有不周边的啊。那我们呢，理上有，事上无。理上啊，我们跟佛菩萨相同，事上我们在迷呀、不觉啊。所以这个境界就不是我们先前的境界了。菩萨在此地给我们透出这么一点讯息。我们读了听了要发现提升自己的境界。这样才对。我们看下面这首第六首，法界微尘诸刹土，一切众中皆出现，如是分身至境界，普贤行中能建立。前面在课题里面，清凉大师提示我们，这一首里头含的意思是法界安利海，经文里头有能建立，第一句呢有法界啊，法界微尘诸刹土啊，一切众中皆出现了啊，都是讲重叠无尽的境界。说明什么？说明整个宇宙啊是一体。大到虚空法界，小到毛孔微尘。那我们讲大小，是我们凡夫境界。在化身菩萨，他们的心目之中有没有大小呢？给诸师没有。如果还有大小，你们想想，这个大小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分别执着里头来的呀。采起妄想，障碍就建立了，就不通了。法界本来是融通的，圆融常通啊，一点障碍都没有啊。像这一个房间里面十几盏灯，光光护照，没有障碍啊。圆融畅通，采起念头，念头是无明。念头一起，分别执着连着就起来了。
障碍现前了，有障碍就不通了。啊，可是要知道，障碍是我这边建立的，佛菩萨那边没有啊。佛菩萨永远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他们真的是在积功累德了，可以说刹那之间都没有间断过。清净法身随顺众生的烦恼习气，变现成六道三途。六道三途是什么呢？原来还是清净法身。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，那是什么呢？自心般若。一念迷呀，一念不觉啊，把自心里面本具无量的般若智慧，变成了烦恼习气。所以佛在大经上常常给我们透一点讯息，烦恼即菩提。是一不是二。觉悟的时候啊，叫他做菩提，迷了的时候叫他做烦恼。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觉啊，是智啊。烦恼是知觉啊，觉悟了，悟了叫知觉，知觉迷了就叫烦恼，它是一不是二。生死即涅槃，迷的时候叫生死，悟的时候叫涅槃。涅槃通常中文翻的最多的原籍，圆是圆满的，你的智慧圆满了，你的功德圆满了。即是什么呢？即是即灭，妄想分别执着你统统灭掉了。这个叫涅槃啊，绝对不是说出家人死了都叫涅槃。现在很多人误会了啊，认为人死了就叫圆寂，就叫涅槃，不是的啊，那意思完全错会了。涅槃圆寂是活的时候证得的。死了以后就没有了，那哪里能证得呢？如果人死了就叫圆寂，就叫涅槃，那还修什么行呢？不需要修了，个个都入般涅槃了。这样名词术语，被世间一些人滥用，以至于
混淆不清。啊，名词术语的含义都错会了，都误会了。啊，这个是错误。如是分身至境界，分是分别，这个地方的智是讲的后的智，叫全智啊。全智建立法界海啊，这个法界呢，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设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、应化在其中啊。与十法界的众生呢，和光同尘。啊，他怎么去的呢？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。啊，因为证得法界，身土是一，不是二。现在时间到了。